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第三集，这也意味着短期来看，原有的盈利规模将会锐减，可能获得的收益值不值得谷歌去冒这个风险，巨头公司需要有自己的考量。但正如知名风投机构 A16Z 合伙人 Andrew Chen在2019年度分享会上解释自己的投资模型时提到的观点一样，技术在变，但人们的行为需求是持久不变的。 Hurry 的落脚点是在未来，就搜索引擎提供的功能来说，打通信息生态，破除信息黑盒一定是永恒的目标。在新浪雅虎支撑的网站时代，网站大约只有400万个，更多的网站没有生存空间。原因在于，尽管用户可接触到的网站数量很多，但常用网站其实很少，只有头部网站可以生存下去。谷歌出现之后，网站由当初的400万个变成了如今的20亿个。今天的 APP 时代也是一样，一旦有一个平台能够打通用户搜索与内容生态之间的路径， APP 就会越来越多，用户搜索到的信息也就愈发精准。硅谷创业期间，同在美国的阿尔法公社创始合伙人徐四清与政委会面，他十分认同政委做的事情。搜索实际上有两个领域的搜索，然而很遗憾，今天的搜索引擎都是在页面上搜索，对整个移动应用的内容几乎视而不见。徐四清随即向政委发出了邀请，鼓励他来中国做一款跨 APP 的搜索引擎。就这样，在北京的融创动力园区里，Query 成立了。下半年，政委说，目前 Query 已经通过和一些中小厂商的绑定进入市场，下半年会继续推进与大型手机厂商的合作。这个脱胎于移动互联网平台的搜索引擎已经悄无声息地准备加入战局。小而美搜索引擎掀起新水花，2020年的中国搜索领域格外热闹。如果说 Query 的尝试走的是整合路线，那么同样在搜索领域发力的还有不少垂直赛道的选手。7月29号，阿里系的夸克举办线上发布会，宣布推出知识视频产品夸克 Z 视频。 Z 视频负责人大鱼号总经理杨峰在现场表示，夸克 Z 视频与其他搜索平台的信息聚合功能不同，它通过搭建内容知识库，以更形象生动的视频传播方式，真正解决用户在工作、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类实际问题。在 AI 智能引擎定位和内容生态之外，阿里自身的生态加成是一个亮点。在内容到服务的完整生态闭环的基础上，优秀知识视频可以与阿里系的健康、金融、本地生活等各种消费场景相结合，以优质知识驱动精准消费，产生更有价值的变现探索。这样的尝试不仅仅有夸克， AI 搜索引擎 Magi 走的也是类似的路线。当你需要找一类东西时，只需输入关键词， Magi 会帮你提供这个类型的集合数据。在集合之外，还会提供细分的实体，实体包括了描述、属性和标签等内容。其特点在于，基于机器学习的信息抽取和检索系统能够将任何专业垂直领域中的知识提取成结构化的数据，通过终身学习持续聚合和纠错，进而为用户提供可解析、可检索、可溯源的知识体系。可以看出，无数垂直赛道的探索正在冲击着多年未变的搜索市场，看似平静的湖面下已经暗波涌动，越来越多的中小玩家参与进来，持续撼动着搜索行业的规则。在 PC 时代，人与信息的连接是迫切需求，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开始要求信息的质量和效率。而今天，连接的概念进一步延伸，万物互联成为大势所趋，物联网已然开始影响人们的方方面面。公开数据显示，小型传感器、大型家电等物联网设备目前已达百亿数量级，到2020年后预计将达到250亿台左右。当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到 LOT 时代，连接的效率又一次被提升，搜索行业的规则也会继续随之变化。
譬如推荐和搜索的演化。许四清在投资 Query 时曾说，尽管目前搜索和推荐是两种极端，但这两种行为会慢慢往结合的方向演化，让信息不受限，这是搜索引擎真正的价值。当越来越多的玩家在此发力，搜索这种行为本身也会慢慢成长为更加智能的样子。